哇，这完全这个秀的，哇 ，nice， 哇，天极哥真的是不得了。哇，这边一个强行的上篮，这个、好球。对，这一下过了，漂亮，高点这么打吗？对，就是说他在他自己的节奏里面是很准的，就是会变态准这种人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漂亮，这两个人打了好多次了。哎，哇，这个球可以进十佳球了。战胜所有败者组的人才能达到第一名，到对的，哇。哈哈岛主这边被打，转身转身做勾手，哇，哦，哎，滑一个，天极也防出来了，也防他的三分了，后院三分小球进，哇，进了，还来，你们大家把他抬起来了，搞得岛主只能投三分了，越来越远吗？岛主说我不上你们这个当，哎，黄起来中投，哇，漂亮，3-3平了，毕竟决赛啊，还是拉到三分线外，在左侧45度中路扛着几级来了，漂亮，4-4平了，4-4，厉害了，哈哈岛主，全场，哎，天极哥在独爆放过了，漂亮，这条算，这条算，这条算，这条绝对有效，这球绝对有效，连贯性的动作，连贯动作确实是在空中，非常的漂亮，翻车了，头翻车了，这天极哥在湖顶连续的胯下，哇，一个非常有这个时差性的半佛，我连续的转身，哇，天极哥的这个运球也是花俏性，引起了全场大家的高潮啊，因为我们是半场比赛嘛，非常有缘，哇，天极这边连续的花式运球，左边突然变好球，突然一个变向之后的换手上篮，哇，哇，天气这个转的，哇，秀起来，哇，厉害了，哇，漂亮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偷球啊，哇，穿裆，好球，鹿茸王比赛的第二个成功的穿裆，打三个球，打三个，天气直接投。完了一个，跟罚球练习一样。天极哥疯狂的运球，我好喜欢听这个鞋子跟地板摩擦的声音。疯狂的快速胯下转身，转身，哎呀，这个，我们看天极哥是不是还要再投，还要秀？我感觉他要秀了，要秀，要秀了，要秀，看他这个球怎么样进攻啊！吓我一跳，我好球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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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球真的是漂亮，就是要穿你，哇，天极哥这个运球，哇，这个运球太炫酷了，哇，磕膝盖磕不，哎呀，可惜，心里还是喜欢看翻车的，对吧，对对对对，我们都期待翻车，那弧顶三分球太稳了，哎呀，他强任他强，对，我干我的羊，哎，你们两个是羊头是时候在右线里刷一波自己的口号了，他强任他强，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天极哥是不是要秀了，我感觉天极要秀了，再来，是弧顶的三分，稳稳命中，4-3，现在这个年轻一组是甘比亚的炼如，希望他可以为甘比亚拿下第一分，哇，漂亮，这边又是一个硬帽，其实晃开他可以投了，哦，他有使用一些特别接球的动作，漂亮漂亮啊，看一下炼如吸紧，慢慢的往里面逼，连续的变向直接过掉，哦，轻轻松松像过马路啊，晃回中圈去了，但是哇直接转身，哇，实力相当，实力相当，很不容易被盖掉，很漂亮，这是目前为止我感觉攻防看起来最舒服的一个动作，对，投死球了，哇，这也行，哇，漂亮，哇，这一套运球可以了，漂亮，对，物理小丑这一招，下面是物理小丑，物理小丑，漂亮，物理小丑这位选手今天晚上有冠军奖，真的，曼巴那个翻身跳投绝对是苦练过了，
的小丑，哎，无脸小丑，哎，我要被他圈粉了，哎。哇，这个防守太屌了，贴身防，防得太紧了，这个脚步漂亮。也同时把人啊，确实是冲着球去的那一球，哇，稳稳命中，三分确实准。哇，这个漂亮了，连续的试探步，最后选择三分出手，哇，真是漂亮，四投三中啊，还好在街内，还是选择了三分球，稳，太稳了，稳，转身，我强的，哇，直接碾分。我的天哪，没有办法了，直接就进去了，哇哇，扯步变向左侧一个假动作，好球，这个挑篮挑得好漂亮啊，赛口这位选手可能整个右侧也是迈开三大步，哎呀，这个小钢炮啊，手很专注，哎，哇，这个好漂亮，反勾，漂亮，稳稳命中，我们看球馆老板华仔右侧强起华仔，哇，哇，这个速这一步速度快啊，对，漂亮，气势啊，在右侧发起进攻，连续的变向突然干拔，好球，